王俊凯、易烊千玺、王源作为挑战大使亮相挑战不可能。王俊凯为克服童年恐惧阴影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却不慎坠下台，王源千玺看见就连忙跳下。这时观众席传来歌声，我怎么变这样，变得这样疯狂，这是小凯的歌。然后王源千玺也一起唱起来，观众暖心的举动不禁让小凯展露笑颜，心疼小凯，他给大家树立了典范，生理极限是不可控的，但是内心强大的你依然选择了勇往直前。当源源和千玺纵身一跃的那一刻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兄弟连心，大哥不慎跌落，兄弟毫不犹豫挺身而出，这就是我们一直爱的三小只。